你们有谁的衣服让你们感觉说，哎，跟平时特别不一样的？大嫂，因为大嫂就是你知道在节目里标志动作有插口袋，人字拖往大街。对。哇，今天这是大嫂气质，大嫂还得是大嫂，好看、啊，而且梳了一个复古头的感觉啊。对，今天发型做得不错。审题有点问题，然后我这个题填的呢，可能我估计换谁都答不对，就当时可能题稍微有点多，我答的有点仓促，就没写完，思考太久。然后其中有一套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需要写让我觉得他的优点是什么。你们先觉得一般人来说优点会有什么吗？忠诚，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嘛？一般的帅，帅对吧？有责任心，对吧？性格好，对不对？还有什么温柔？对，就是坚毅什么之类的啊，坚毅什么什么的，对吧？这是专一，对不对？然后他写的什么？会打球。我都夸到我说你还有什么优点？答案很薄厚。我抽了卡片去找他，然后是我要我说出你的缺点，然后我写的是没有缺点，嗯，然后我大概说了30个缺点出来，而且边打节奏边说，慌张、尴尬、害怕、纠结，他把我所有缺点都说了一遍。按正常套路，他平常是那种啊没有缺点，他平常是那种比较油的回答。结果这次，好失望，太失望了，一口气说了30个。12道你知道吗？其实我要回答了是13道。高峰就进不了了。有道理。明白明白。是你答错了呀，大哥。我答错了，但是这是高情商的回答。一生要强。这是什么？来，我听听。我们俩其实没有什么分歧。哎。但是唯一有一个分歧就是，每年必然要出国去玩，就我们俩人选个酒店住就好了。然后呢，就是现在就完了，就是必须得带孩子。哎，我说就我们俩一块去，不去了。回家陪孩子了。我原来是觉得如果我当妈，我一定是那种最酷的妈妈，我就要去忙工作，要打拼事业，然后要去玩，要享受人生。那会儿说二人世界的是他，是结果孩子一出来就觉得啊、哦、我的宝贝，就去哪我都不行。然后甚至有时候比如说我跟他孩子睡了，我去看电影，我都会有点点内疚。会，我也会。会吧，会哈。想着赶紧回去。就你原来想的，你会变得很酷，你就是可以一转身什么的，根本不行。但是老公就会觉得说，我们还是要有二人世界，还是要这个。反正到现在还没解决呢，这事儿。把孩子放第一位。对，哎，你倾向于什么呢？就是说，还是要看这个孩子的这个到底喜欢什么。没有分歧，这个对我来说啊，你的心中答案在我这儿不存在了，不存在。因为我这个项目，我不想让我小孩再去，太难了。但是我希望去引导孩子去练体育运动，但最终想要去选择什么，我希望把这个选择权给孩子。对，我也是这么想的。还想让他们也打呢，然后我们还凑着双打。你这个就有点过分了，想的太多了。不太行，我不同意。那个时候是我们俩在一块之后，我第一次过生日，之前是异地的状态。然后因为我自己之前是不太过生日的，又是个工作日，我就跟他说这个生日咱们就是别过了。然后完了，他说他发微信问我，对，然后说你在干嘛？但是我那天其实是悄悄准备已经过去上海了，对。然后我还在到我家来给我布置，给我准备惊喜了。对，然后我在那儿就是给他发我上课的敲棍的那个照片，我说我在上课。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从我们家的那个自动喂猫粮的机器里看到他在我家里布置，我就全程都看着他在那布置，然后问他你在干嘛，他就一直在那编啊编啊编，可能装。然后我就在那回他说啊，好好好。然后那天反正我也是提前回家的嘛，然后就也回去吓了他一跳，但是幸福的。对对，视力不好，每次我都跟他说你不要关着灯来玩手机，然后每次我进门的时候手机在旁边还亮着屏，然后他就这样。这很精彩啊。我也是每一天没有一天你一样子的。
就每一天他都要骗我他睡着了，就假装睡着，好笑，这是搞笑担当。然后就自己拿衣服去洗澡嘛，然后我头这样一伸过去，他就会这样。所以就是每一次都能抓包成功，他就是很搞笑。太可爱了大哥。我问他你爱不爱我呀，然后他会说啊我爱你啊这样子，但没有很正式的说。有没有人可以教教他？快点，鼻祖在这里，鼻祖在，一天要说800遍我爱你。来，我也不知道，这是发自内心，看着他的眼睛。来，我爱你。来，再来一次。我爱你。他第一次去我家，在我的印象里面，或者说大家的印象里面，他是一个不是太会跟长辈搭话、安安静静的那种男孩子。结果呢，他那天去了之后，就是在饭桌上，他就坐我爸旁边，壮着胆子跟我爸喝白酒。他就一直喝一直喝，喝到我妈都看不下去了，说哎别给孩子倒酒了，别给孩子倒酒了。然后他就说没事我还能喝。哎，我爸都直接说我都喝不了了，然后他说我还能喝。然后他就借着酒劲，然后还跟我爸爸说小哪吒这个女孩子以后就交给我了。哎呀、然后当时我还悄悄地录了下来，然后呢把那个视频发给了他的妈妈。然后他妈妈就震惊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从来没有想过黄丽会在家长或者父母面前是这样的表现，非常的欣慰。哎呀，这是爱的表现呐、哎呀，来吧，我可以的，抱他是没问题。公主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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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形象，我去。他已经脸红了。来吧，加油！一二三！东西我真的很想吐槽，他蛮离谱的。他在去年情人节的时候送了一份礼物，这个礼物哦，我知道，对，当时我看到蛮惊喜的，是个很精致的盒子，结果我打开一看，是一个这么大的玉玺。什么什么什么，他送了个玉玺，真的不理解这个东西到底要干嘛用。大玉玺，就是盖章的那个。妈呀，多酷啊，那太帅了。对啊，那你就帮一下，那我本来就是已经不理解了，结果我就是一直吐槽嘛，跟我的朋友们啊，结果问了一圈男生都说这个好帅，我说啊，多帅啊，对啊，我也觉得很厉害啊，牛爆炸，帅啊，你觉得帅？真的怎么全举了？送这个礼物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喜欢那种就是比较有趣，然后比较稀奇的一些东西，我就说还说这你能猜得到？不可能。确实挺有创意的嘛，那不逗你一博你开心，棒，你不开心吗？我盖你头上吧。当时确实不喝酒，上次因为喝完酒，然后他去接我，就是下了高速，然后旁边能停的地方，他说你停一下，我不行，我得吐一下。没有，我吐不出来，我说很难受，我说你要你开一下啊，然后他从兜里拿个手机，打开了照相。这很精彩啊，他给我拍了一张，而且是高清的。哦，他想让他拍拍背，拍一张。不是，我当时很疑惑，因为挺晚了，天很黑了，你知道吗？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让我还拍一张？要现在的话，估计还自己打个光。